我们主题是淘宝尔夹开箱。宝宝宝，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，就是 Zora 这一次买的耳夹，总共有四个，然后都是在同一家买的。这家店叫什么？晒药。晒药，然后有卖一些耳环，然后耳夹就是没有耳洞的，然后还有项链，然后还有什么手镯？手镯好，就是走比较复古的类型，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蛮有气质的，然后不太会撞。我这次买的是比较偏宝石系列的，就是有点小石头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蛮有气质的，而且也很特别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可以期待一下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可是我这边的其实相似度也很高。我买的这一家的，就是东西都差不多是这样。它是走比较古董类型的吗？不是，就是你俩看就知道。不要爆了、啊！我觉得跟刚刚那个包很搭哎、欸。跟刚刚哪个包？那个浮夸包，晚宴包啊，晚宴包。哇，好精致哦！为什么他要附一个手提袋给你啊？他以为我要送人。哦，对啦，有些人会买来送你用吧。啊，这个纸袋很普通。他至少没有在上面写淘宝之类的、啊。淘宝网怎么记得这么粗？它是手工，就是那种一个人做的那种小麦子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比较贵吗？嗯，有比较贵一 点，稍贵。嗯，可是还行。有香香的，有香香的。这里啦，在这里吧。哎，是这个，对对对对，是香包，我要薰衣草、啊。薰衣草，好了，还行。嗯、哎，用这个包好精致哦，还每个都有、这个，要撕开哎，它还要再撕开，它里面是、那个、每个都纸胶带，哇，这很重要。我买了四个，这些包装也太精致了吧，有点吓坏我。不用剪刀，哎，不用拍啊，它直接打开就好了。啊嗯、我的不用拍。嗯、那它这个是作假的吗？哎，这个有点浮夸、欸，这个是作假的。我的第一个，绝被骗。这是在群组上推荐我们那件，对对对对。哦，啊，这个好好看哦！我直接试戴了，都是耳夹，对不对、嗯？超美的耶！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天空蓝，天空超美，这有点大哎。我看一下，我看，我以为它哎、欸，怎么每个都很适合配这个。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很好看，可是要搭衣服，这个太大。晚宴，我没有晚宴可以参加，我才不到20岁。好了，是好看的。可以，就是大的场合吧。夹了会痛吗？这一件不会，我觉得是就是这种螺旋的耳夹会就是比较不痛，因为它可以调那个松紧度。对，因为我不敢穿耳洞，我怕痛，所以这个是好看的。很好看啊！它中间这边是 我目前看到都很好看。行，它上面这边是一个小的，这算什么啊？反正就是一个有点里面的金箔，然后下面这个是透明片啊，透明片随便透明的，然后里面是有金箔。我就那时候就觉得感觉蛮精致的吧，很美，高 CP 值的东西，我很喜欢哎。所以这件耳环大概都是多少钱？这个是最贵，就大概100多。旁边那个都70，就算是100也很便宜，其实。对，因为如果你出去外面买耳环的价，是这种。那耳环跟耳夹有差吗？颜色？耳夹会比较贵一点，耳夹比较贵，耳夹大概贵的。Yes， 立马去买。这个颜色感觉还好，就是比较日常。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蛮好看的，它是比较。有点立体，你感受吗？就是它是圆圆的，然后是算是琥珀色，它不是平的哦，它是对，它是立体感的，对，真的蛮可爱的，它比较日常一点，对对，这个应该就平常就可以，对，我觉得应该蛮可爱的吧，我有点看不到自己，但是应该蛮日常的，就是衣服应该也不用太去想要怎么搭配，就是一个日常的耳夹，我觉得很可爱，对，可是它又比较重一点，因为它是立体，这个你就买了两个颜色，嗯。这个颜色好好看哦，我好喜欢哦。哦，这个很日常。我直接被烧到了。那你要戴吗？那给你戴。我不能戴啊，我有耳洞哎、欸。还是我可以戴、啊，我不会戴哎、欸。你就打开，然后戴上去。啊，我有耳环。哎、欸，真的不会痛哎、欸。嗯。可是我耳垂比较肥。耳垂肥不是那个吗？耳垂厚不是好命吗？哦，紧接，好吧。好，先给大家看，甩一甩。它就是个嘴小小，可是它很美。另外一个是跟刚刚那个蓝色同款的这个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讲，这是什么颜色？这算什么颜色啊？杏桃色，这是同款的啦。然后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，就是如果之后自己想配的话，应该也是可以，就是两边不一样颜色。这个颜，我觉得这个颜色也蛮日常的吧，就是。裸色好不好？我给它一个叫裸色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可以，就是一个裸色。哎、欸，这包其实是我最期待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耳环啊？对啊，因为要找耳夹其实没有很好找。你以前买过这家吗？没有，我是无意间就是看你
看，然后就看。我直接被你烧到，这一间是我目前觉得就是 CP 值最高。对，虽然是耳环，算如果在淘宝上面看算是小贵了。嗯，可是淘宝的耳环通常都不到50块。对，真的，嗯、淘宝耳环很便宜。对，可是它这个就比较有特色吧？对啊。嗯。Hello 。商品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。那我们会把商品的链接跟店铺链接都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逛逛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分享的耳夹的话，记得帮我们的影片按个喜欢，然后订阅我们，然后记得开小铃铛。嗯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上去了吗？哎，我不会戴，这样，就夹上去了，这样吗？对，哎，我夹反了，是吗？你夹反了，对，好笨。